小轩，妈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我睡不着啊。为什么？你咖啡喝太多了。没事，你别管我。你睡，乖。嗯，好。小轩，嗯，你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妈妈永远都爱你，对不对？嗯。会发生什么事吗？不会啊，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。最爱我了，等我出院以后，你买一个全新的自拍轮鞋给我，好不好？好啊，买双新的自拍轮给你哦。轩，轩，你找谁？我大概走错了吧。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？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小薛，小薛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爸，我在床上很无聊，想要出来走走。妈妈呢？妈，她在睡觉，她昨天晚上好像失眠了。这样，那我陪你走走好吗？
嗯，好，我扶你啊。嗯，小溪。爸。嗯。对不起。什么事？对不起啊。因为我出车祸，害你跟妈这么操心。傻瓜，这是意外啊，怎么能怪你呢？可是妈一定不是这样想的。他早就跟我说过，叫我不要在街上溜直排轮。可是我都不听他的话。你又不是现在才开始不听话的，你妈早就习惯了。他习惯不代表他同意啊。不过我这次倒是蛮讶异的，他竟然没有跟我说，黄少轩，你就不能听我的话好好走路吗？他不但没有这样骂我，竟然还跟我说他很爱我。哎，虽然我早就知道他爱我了，不过听了以后还是鸡皮疙瘩都掉一地，剪都剪不完。我不懂妈怎么突然变这么温柔啊。也许是你受伤了吧，出了这么严重的车祸，他舍不得骂你。也还好吧，我的骨头又不是不会再长出来了，只是我现在眼睛被蒙着看不见，比较麻烦而已啊。不过我也因祸得福，我庄可怜终于跟妈 A 到一双全新的直排轮鞋。真的？嗯。少轩，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的人生有什么缺憾，少轩跑哪去了？跑去哪里了？要把我吓死啊！你怎么这么不听话？你怎么那么野？你要我对你怎么办啊？月美，妈，我只是跟爸下床走走啊。你这样弄我很痛哎，很痛啊！吃不下。嗯。爸，你也吃不下啦？你是不是在为该怎么告诉少轩他会失明的事烦恼啊？比起少轩，我更担心你妈哎。只怕少轩还没知道真相之前，你妈就已经先崩溃了。妈为什么不跟少轩说实话呢？少轩迟早都要接受他会失明的事实啊。也许你妈怕自己还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吧。告诉他了，对不起，医生来做检查的时候，我人刚好不在，
我回来，他就已经迟到了。太疼了！我的堂哥，太疼了！太疼了！太疼！太疼！我求你们把他打开啊！小雪，小雪。大哥，哥，学员呢？在里面。学员，你要躲在这里多久啊？啊？你说话啊！学员，爸爸在跟你说话，没听见啊？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去美国了？你在胡说什么啊你？机票都订好了，学校也帮你办了休学，怎么可以说不去呢？我闯祸。你做什么事了？我害我们班上一个同学失明了。明天早上眼睛睁开可以什么都看得见。你知道这件事吗？我是现在才知道的。他待在我这边好几天都不说话，我实在很担心，所以才赶快打电话给你们。
你看你这个样子，你同学的眼睛怎么会好得起来呢？你光是在这里自责有什么用啊？而且我们也不希望他发生车祸，只能怪他自己不小心吧。哥，我们要不要去探望人家一下？去干嘛？此地无银三百两，我们去了反而好像我们真的有责任一样。我本来就有责任啊，要不是我约了他，他根本就不会有事啊。你要怎么样啊？你能照顾他一辈子吗？凭你现在的能力，你能照顾他吗？就是因为没有能力照顾他，我才难过啊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下掉的是我，不是他。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啊你？你越说越离谱了，简直像疯子一样。不赶快把你带回美国去啊，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。对呀，你赶快去改机票吧，我们早点把他带走。好，你现在就跟我走。我不要去。小姑姑，小姑姑，我不要去。好好，你先别急，你先别急。哥，嫂嫂，你就让石原去医院看他同学一下吧，搞不好情况也没有这么严重啊，是不是？要吃早餐了，又是一天的开始。但愿张开眼睛，可以什么都看得见。还是什么都看不见。李小姐，吃饭喽。我吃这什么？是毒药吗？是毒药我就吃。你不要再来喂我了，我不想吃，我也不想活了。让我一个人在这里面饿死啊！我一个人在这病房里面吓死算了。你们任何人都不要再来烦我了，出去！我要一个人在这里面安静的死。出去！你出去啊！怎么样，我可以进去了吗？石原，你要不要改天再来看黄少轩啊？怎么了？黄少轩他今天的心情好像不太好。哎，是啊。嗯，可是我没有时间了。啊？
小姑姑，我不要去美国了。不可能的，你爸不会答应的啦。所以我才要你帮我啊。跟我爸说，让我住在你们这里，等我同学状况好一点之后，我再去美国找他们。怎么样才叫好？嗯？如果你那同学他就这样一辈子自暴自弃呢？你也要被他拖累，不继续你的学业，一辈子这样停在这里吗？为了不要让 Miko 怕人、怕狗，或是怕其他的任何东西，我每天几乎得24小时盯着他，照顾他。何况是照顾一个人呢？我可以想象，一个这么年轻的女生，她突然之间眼睛什么都看不到了，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感觉。可是你也才17岁，你有把握你留下来之后，你就可以好好照顾你的同学吗？我去办出院手续啊。嗯，好。哎，黄少轩，那个好咯，你们回去咯。来，扶好哈。爸，我们非去美国不可吗？什么？都这个时候你还问这种话？可是你从来就没有问过我的意见啊。问过你的意见，是我供你读书，哎，难道还要征求你的同意吗？诗月，你是不是还是为了那个女同学想留下来？你要知道，你不可能照顾他一辈子的，而且你这样照顾他，他说不一定根本不会感激你，还觉得真的是你亏欠他的。哎，不要跟他说那么多，我们登机了。爸，我不能带着内疚就这样远走高飞了。对不起，我不能就这样子走。诗媛，诗媛，手续办好了，都办好了。嗯，那你先去开车好了，我去领药。好。子雅，你照顾少轩，我去领药，马上回来。好，没问题。哦，妈妈去领药。黄少轩，石原要走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什么意思？他去美国了。谈他今天的飞机，如果你要的话，你现在赶到机场去还来得及看到他。他约你出去就是要跟你讲他们家移民的事情，可是后来你出车祸，他觉得很抱歉，所以他说他想要当面跟你说对不起。他说如果那天他没有约你出去的话，你就不会发生事情。黄少轩，诗媛已经要走了，如果再不去的话，你以后看不见他了。我去了也看不见他，你忘了吗？我已经瞎了。前走一步。阶梯哦，下一个阶梯一格，对，上车，脚踝抬起来。
子呀？啊，你不上车吗？哦，哦，好。黄少轩，黄伯、黄妈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黄少轩，拜拜。子雅，嗯，我们先走了。少轩啊，你同学想来看你，你为什么拒绝别人的好意呢？爸，你会不知道原因吗？失明并不可耻，你何必像瘟疫一样把自己藏起来呢？黄明，失明不可耻，可是很可悲。我一点都不想要别人来可怜我，我也不想让人家看到我这丑陋的样子。失明也许有残缺，可是你怎么可以说自己丑陋呢？如果不丑，妈为什么不先跟我讲眼睛会瞎掉的事？少轩，你误会了，不是这样的。我知道为什么了，妈是个追求完美的人，你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不完美的事情，谁不敢告诉我真相？不是的。不是吗？不是的话，你为什么不敢告诉我？那是因为你没话说了吗？我让你觉得很丢脸，对不对？少轩。整理一下，我整理一下。我都忘了，我的墙壁还没有刷完。没关系啊，妈可以替你粉刷啊。有这个必要吗？
我现在已经看不见了，什么颜色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。镜子还有什么意义啊？Miko， 你现在不能吃饭哦，你要等妈咪跟 Daddy 吃过之后，你才可以吃哦。哦，不要忘记我们是你的主人哦。乖。哎，你很坏哎 ，Miko 一天只能吃一餐，已经够可怜了，你还这样说他。五一是这么交代的啊，他说导盲犬不可以比主人先吃饭哦。乖。石原，你不是上飞机了吗？石原，你怎么来了？石原，石原，怎么了你？石原，哟，好烫，去拿温度计来。哦，月梅，水够热吗？给我加点浴巾啊！少轩啊，最喜欢洗泡泡浴。我把衣服拿去洗了。别担心了，会越来越好的。Thank you.
少轩，爸爸写信给你嘞。怎么不开灯啊？这个城市的人好像都没有预期到会有日全食发生一样，继续做着平常在做的事情。当我从商店走出来的时候，日全食就静悄悄地发生了。妈，爸知道我眼睛看不见了吗？知道，他可能要过好几年以后才会知道了吧。妈，你不要再念了，我现在不想听了，我要休息了。再没有办法一个人看你写给我的信了，我也没有办法一个人分享你告诉我的事，我没有办法一个人拥有你。Peter， 进来一下，帮我个忙，把这个拿去凯利媒体。你熬夜熬到天亮就是为了做这个啊？你可以跟我讲啊，我可以帮你嘛。这种事我怎么可以用公司的资源呢？哎，你很贱哎！我是公司的资源吗？我是你姐妹耶。我知道，谢谢你。我现在不就请你帮忙了吗？我要去提案，你送到凯莉哦，然后三点以前进稿哦。啊，你身体状况还 OK 吗？嗯。那你钱还够用吗？啊？
你在那么多国家的机场刊登广告，凯莉那家吸血鬼不跟你要天价才怪。没有办法，黄一峰他的行踪飘忽不定，我没有办法知道他在什么时候会出现在哪个国家。可能我刚追到了英国，然后他刚好离开到了北极了。那万一你刊登广告这段期间，他根本没有经过机长，你怎么办？那就继续登，登到他看见为止啊。把积蓄花光都无所谓。你现在要假装我看不见，听我的话，知道吗？嗯。你怎么不走呢？哎，够！Miko，这边有石头啊，你怎么没有告诉我呢？你要警告我啊，知不知道？你们再来。你在干什么？你到底在干什么？你把秘可带出来，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？对不起，我只是想帮忙训练秘可。训练秘可？嗯，我想让他早点当成导盲犬，这样的话就可以。你这样子是在害他，不是在帮他。武艺，石原他不知道。他不知道就应该告诉他。幼犬在寄养家庭只能够接受大小便的训练、居家行为的训练，或者是社交行为的训练。只有回到中心才能够接受导盲犬的训练。要是有了错误的行为认知，会影响他成为导盲犬的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我只是想，如果可以让 Miko 早点当成导盲犬的话，就可以去帮助我朋友。你的朋友？嗯，我有一个朋友，最近刚失明，我想让 Miko 去帮他。你在开什么玩笑啊？不要说 Miko 能不能成为导盲犬还不知道。就算他已经是导盲犬了，还要跟盲人使用者经过配对。你以为你帮忙养米可，米可就是你的财产，你爱给谁用就给谁用。
少卿感冒了。感冒会后死不了人的。好像眼睛。少卿。陈大哥，我可不可以来这边当义工啊？你觉得少轩的眼睛还有希望吗？不管孩子变成什么样子，所有做父母的都不会对他们放弃希望的。不管你看不看得见，对妈妈来说，你的生命就跟她的呼吸一样重要。我会安静地在这里。